来开箱。什么呢？你们想先看什么？了半天。Issa。OK。两盒。对，赫莲娜，我有点赶，我有点不该赶，不太敢开，因为赫莲娜开了就要送给你们。那我们下一个。赫莲娜，请送给我我没有的东西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Issa 送我礼物了耶！哇哦！蒂尔加奇初夏之时，万物生机。IFSA 线上是尼采限定版鎏金水，光与水的创意结合，彩蓝彩、粉彩用颜值激活六大补水功效，六大补水功效演绎水润丰盈，直播再久肌肤也能持续衬彻透光。新品加油粉底液，底妆你做主，随心所欲。两款底油雾面水光搭配粉底液，给你不一样的 Oh my god 亲肤妆感，无惧高清镜头自然贴肤，妆容持久水润。 IFSA 全程守护你独一无二的美丽。好感人哦，这个美丽，这个也太美了吧。 Oh my gosh， 我的天哪。 IFSA 限量款鎏金水，我可以播，老板，我可以播它。这个，我的天哪，好好看哦，有没有？我有个问题。太好看了，你说。它这个就是瓶身上的颜色。对，瓶身上出了渐变嘛，就是限量版的嘛。这个是夏天版限量版的鎏金水，而且鎏金水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直播间卖的非常好的。是。它就是一个可以稳定肌肤的，不添加酒精的一款水，而且温和低刺激，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提亮肤色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传明酸，有效的可以改善我们的肤色，而且它是有淡斑效果的一个水，因为这款水的话可以加速我们肌肤黑色素的一个代谢，是可以改善我们肌肤的暗沉。它被称之为四大神水之一，鎏金水超好用的哦。希望他们老板可以来给我们做直播，真的好好看哦，对不对？太漂亮了哦，它还有一个蓝色，所以两个是一样的，只是外包装不一样。对的，它还有一个蓝色限量版的蓝色，哇，好好看哦！谢谢你，老板补货不是备货，我要播，我要卖，这可以卖，这个会抢疯。你知道我618的时候，鎏金水一上多少买多少，整个618 IFSA 鎏金水全部都空掉，这个真的太好看了。为什么大家都在刷零食节啊？不用刷零食节啊，妹妹不用刷零食节啊，去那个微博上转发一下零食节的微博，可以抽列抽奖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 IFSA 的老板，谢谢你。这个我没有，我就不给你们了啊。来看这个是什么新品？哇哦 ，IFSA 新款粉底液 ，IFSA 出好多新款哦。这是小样吗？没有，这是他家的底油。底油，指甲油。不是。我说 IFSA 现在想杀你，哇哦，这是 IFSA 的底油跟 IFSA 的粉底液，就是可能是他先上还是他先上呢？应该是底油先上，对不对？先上底油去帮你润泽肌肤，然后再用粉底液。我明天早上就是，我明天就是这个。但是你给我的色号001号色，你真的特别知道我的色号，谢谢你 IFSA。我试起来给你们做推荐，好，因为这个我不用试，因为我以前试过他们家，只是外包装变了一下。这是新款，我要试一下给你们做最推荐啊。所以这一盒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如果是一样的，那IFSA太会做人了。来抽奖，你很棒，IFSA，你很棒。来抽奖了，送给你们。他送了两瓶一样的给我。嗯。哎，但是为什么少了一个粉底跟一个底油呢？哈哈哈哈哈。是因为就是。好了。色号嘛。对对，不知道大家的色号啊，耶，反应很快嘛，现在旺旺啊。好了，谢谢IFSA给我们的礼物。我们来把这个送给我们的粉丝妹妹们，好不好？所有女生点击关注，屏幕上会弹出一个抽奖弹幕。谢谢 IFSA， 来准备好喽，出两个女生，每人一瓶哦，颜色随机啊。3、2、1，抽奖弹幕弹出来。我们头顶上方的关注按钮也要点。是的，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关注才可以弹出来我们的抽奖啊，才可以弹出来我们的抽奖。是，抽奖来喽，福利来袭喽。我们中奖的粉丝联系我们的二号客服，号中奖的粉丝们联系我们的二号客服，中奖的粉丝们联系我们的二号客服，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礼物。好的，下一个我们开资生堂。好，我转了一圈就回来了。呀，资生堂 ，CC 豆。哇哦！哇哦！这是啥？
哦，我知道它，我知道它，他们家琉璃系列的精华液，琉璃系列是自然堂家最高端的系列。这个是啥？这个你可能，红腰子喷雾。有这么大？这是正装吗？正装和替换。有这么大？限定的有。30毫升红腰子喷雾。这个 OK， 我试试。我没有用过红腰子喷雾，这个是红腰子喷雾，对，就是可能会在你的就是夏天的时候，你皮肤喷的。但这个外包装，嗯，你们懂了啊。来下一个，看下一个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是哇，自然堂时光琉璃奢彩气垫粉底液。怎么腋下很要起飞？我现在要起飞了，好好看哦！我的妈呀！哇哦！你们知道的，自然堂的粉底液，我自然堂的气垫霜，我超爱的。它的在这，在替换装在这。我是用 N， 是我是用 NR 的，不好意思，我 GR 用不了，我要用 NR。这是 N 一啊，那我用 N 一算了吧，我用 N 一，我用 N 一。我真的是，我跟你说要起飞了，要起飞了，结果没有 N 一，那我肯定要打人了。N 一 N 一 N 一在这，哇，好看，真的好好看，我的天，我再看给你们打一个，好漂亮哦，我的天哎，多少钱？没有很贵，680没有很贵，是他们家最高端的，680真的没有很贵，是他们家最高端系列耶。它的粉扑嘞，在里面的，可是被你搞。你确定有粉扑？有。哦 ，OK。哇。哇，好开心，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。看看我打开看一下。嗯，也是他们家那个，就是像丝瓜囊一样，哎，就是那个丝瓜囊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干了那种丝瓜囊一样的那个，就是它那个芯，就是一般的气垫霜是那种海绵，它就丝瓜囊，非常的厚实那种。好，现在我就是初步体验下来，非常棒，一点都没有任何粉质感，而且属于那种比较养肤型的底妆。这个我用了就给你们做反馈，好吧？这个我没有过，我用了就给你们做反馈。好，颜色我就每个只有一个，我也不给你们送了啊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来帮我把这个收一下，谢谢自然堂。我跟你说开心哎，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看到这种厉害的新品，就是以前他们家那个气垫霜我都很喜欢，就是他们家那个花瓣气垫，我推荐了好久，推荐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就是抑制不住的开心又来了。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，佳琪。好了，这个不打开，送给你们，帮我查一下多少钱。3500一瓶的时光琉璃生肌精华液，资生堂最高端、最贵的一瓶精华液。这个我有。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一瓶精华液，这个精华液非常非常贵。这瓶精华液里面是有莲花、然后玫瑰、然后茉莉三重奢养珍稀花卉去做的一个就是精华，它就高浓度的一个萃取，让肌肤是那种饱满弹润的一个质地，它是有抗老效果的一瓶精华，哇，这瓶我有的，但是这瓶谢谢你又送了我一瓶新的，谢谢。然后这个抽给大家吧，好的，送一个女生哦，好吧，我们抽一个女生送，因为有同款，然后把这拆开了一个小一点点，不好意思啊，抽奖弹幕来袭了，自然堂的精华琉璃精华。我们送一个自然堂的琉璃精华哦，如果中奖女生联系我们的二号客服，我们会在一个月左右把礼物发给你啊。好，来下一个，这个吧。好啊，斯芙兰这个又里面超多东西，超多东西，来斯芙兰的礼物。嗯，非常沉。哎呦感咋都没看过呢。耶，英语老师啊，不用，这上面有中文。配眼力丰润喷蓬松喷雾啊，头发的。配眼力免洗洗发水。
哇，这个是手写。Dear Austin， 感谢你对丝芙兰一如既往的支持，我们很开心在此与你分享即将入驻丝芙兰的新品牌和新产品，祝你节日愉快。哇哦，这些还没有入驻，这些还没有入驻丝芙兰的新品，刚入驻丝芙兰的新品我就收到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一套就是头发护理系列，就是一个免洗喷雾跟一个蓬松洗发水，就是会让你的头发，就是懒癌女生就不想天天洗头发的女生可以去买的一个产品，我用了就给你们做反馈。嗯，好，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By Terry 想票。By Terry， 你知道 By Terry 吗？你不知道 By Terry 他们家散粉很有名，这是 By Terry 的玫瑰亮泽 CC 精华液。哦，这是一支妆前，这是一支妆前隔离，是 By Terry 的妆前隔离。哇 ，By Terry 进了丝芙兰，那很好哎，他们家散粉大家可以去买买看，很好用的。这个是600块钱一瓶的 ，By Terry 的一个新品，它就是可以提亮肤色的，然后就修饰我们肌肤的一个那个就是暗沉的一款妆前液。这个我也用起来，我也没有的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我知道这个品牌，这个品牌叫做什么？对，欧舒丹旗下的一个品牌，它叫做什么？怎么读？那个英语老师来。老师 ，Elemi， 这个我知道，这是欧舒丹旗下的品牌，这个叫做 Elemi， 是他们家的啥呢？卸妆膏。哦 ，Elemi 的卸妆膏，我们两个真的很敷衍，就啊，谢谢。卸妆膏 ，Elemi 卸妆膏，这个多少钱一瓶啊？500。还有一瓶黄色的是吗？还有一瓶黄色的是哪里 ？Elemi， 没看到哎。没有啊。哦，那就只给了这一个。只送了一个这个给我了是吧？好吧，谢谢谢谢谢谢，500块钱，这个500块钱多少毫升？105毫升，哇，这么贵，我闻一下的味道先，精油卸妆膏的感觉，但是这样子打开，有，我刚刚感觉我像那个老奶奶，你知道那个老奶奶吗？那个东北那个，就她一直就会那样，那个，我刚刚为什么突然变成那个老奶奶了？老奶奶超可爱的，叫什么姥姥？对，叫什么姥姥？那个姥姥，你们知道那个姥姥吗？就是一激动会结巴那个姥姥，就会一直说一个字的那个姥姥。好了，那我用一下这个品牌的产品给大家啊。好，来我们下一个。这是啥香水？田姥姥啊，田姥姥。对。啊，高跟鞋香水，这个是那个卡罗琳娜什么爱莱拉什么的那个香水。对。就是高跟鞋香水，好，我记得是1000多块钱一瓶，是吧？1000多块钱一瓶的高跟鞋香水，这个是丝芙兰很有名的一瓶香水，而且它就做了女生高跟鞋那种，然后，这不好意思。就是这样子喷出来的，就是可能喷出来的时候有鞋子的味道吧。就是老板要杀了我。好啦，这个我还蛮好闻的，但是它是比较偏甜的，对，那种味道，它里面感觉是那种就是糖果味的一瓶香水，这个是高跟鞋的香水。然后我们谢谢你，我这个也没有，我要收集一下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叫做，你说不会读，音乐老师啊。Atkinson's 来，这个我应该没有记错吧？这个是我在丝芙兰上次看到的一瓶香水，他们家包装很好看，很大气的。看一下，嗨，对，就是这一瓶，我知道它。上次我逛丝芙兰的时候，我看到过它，很好看哦。这个多少香水？多少钱一瓶？1300一瓶。哇，很贵啊！这瓶香水叫做阿特金森，对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无根之水跟他们家的伦敦41号香水，对的，这是他们家两款香水。那我也去闻闻看，好，然后给你们做反馈，如果好闻的话，给你们来推荐啊。好的，好了 ，miumiu， 这瓶我有没有？啊，这瓶我有没有？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，这边有的话我可以，哦，这边没有，这是 miumiu 的油转幻境淡香水，这边也很好看 ，miumiu 的香水好好看哦，谢，不要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丝芙兰送给我的 miumiu 香水，这一瓶是 Kenzo 的新香，
这瓶我有了，上次给大家来推荐这个瓶，我可以大家抽给大家啊。嗯，这 Kanto 的香水我可以抽给大家，哎，可以送两瓶 Kanto 香水给大家。这是 By Cherry 散粉，然后就这个 By Cherry 他们家散粉很有名，这个散粉是他们家玻尿酸的一个散粉，然后就是柔雾感，然后保湿效果非常好的一个散粉。这散粉非常非常的细，对的，但是这个散粉有个缺点是没有粉扑，好像是。嗯，没有粉扑。好了，这个送给你们吧，这个我有，我办公室都有一个这个 By Cherry 的散粉。好了，哎，这个是啥？面膜 ，Face Simple 是吧？嗯。英老师 ，Face Simple， 这里写了一篇小说，一个字也看不懂。分子论。面膜，对，那个 Face Symbol， 就是你的用在脸蛋上面的一个这个面膜，玻尿酸面膜跟长沙白面膜。400块钱五片，100多块钱一片，它的价格跟 SK2 一样的了。但是外包装上看不值得，我很敢说话，全新独家，谢谢丝芙兰。我们下一个，来抽三个人，两瓶香水，一个 By Cherry 的散粉，好不好？因为面膜这东西我不给予任何的评价，因为我没有试过，我不说啊。好，来所有女生，我们送，好不好？两瓶香水，还有再加一个 By Cherry 的这个散粉给大家啊。抽奖福利来袭喽，所有女生赶紧抽奖啦！谢谢大家，赶紧去抽奖，疯狂点击。好，来我们下一个。赫莲娜，哎，欢迎欢迎，哎，赫莲娜，哇哦，就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开心，她送我礼物了，赫莲娜来了，好开心哦！你知道每次开赫莲娜，就是有一种莫名的、无比的开心跟激动，是，所以她这次送了我什么呢？如果送了我什么黑绷带、完蛋，我就整个要送给大家了。不是黑绷带，看不到。亲爱的阿斯汀佳琪，赫莲娜，你没有。黑珍珠尊克真，是克吗？尊荣不好意思。尊荣真阳。对不起，重新来。亲爱的阿斯汀佳琪，赫莲娜，黑珍珠真荣。尊荣真养系列，你我初相识，愿你人欢喜。你开始前面那句话很高级，最后那句话就很土。来，很有诚意，赫莲娜，赫莲娜，你非常有诚意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立马打开，立马换起来，我楼上全部都换新的，这一套应该要20000块钱了。13700。这一套只要13700。只要。好，这一套13720，如果是我买的限量款那一瓶，就要20000块钱。帮我拿一下，在珠串串的那，我的那个珍珠呢？你在哪里？那是那个底座，那个珍珠底座，这瓶赫莲娜那个，就是你知道那个，就是那个肿瘤，那个肿瘤，不可能，那个我只放在这里面，我没有放在里面的吧？真的吗？我那个肿瘤的那个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买过的。Oh my god！ 是这个，我的天，给你们打开看一下，这是赫莲娜家最顶级的系列。这个颜色为什么这么好看呢？我的天哪，这个颜色为什么一在赫莲娜的瓶身上面就变得这么的高级？就是他们家的赫莲娜的尊荣真养系列的一个水，是他们家精华水，这瓶精华水是，看一下多少钱，1880块钱。嗯，这一瓶水1880，比我的 SK2 还多了500块钱一瓶。一瓶水1880，是啊，一千八百八一瓶的水，哇哦！啊，这个我要跟你们说，这个很厉害。这个我来上海第一天我就去买了这瓶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那算了吧。嘿，哇！我买过他们家全球限量款002，就是在中国的第一瓶的那个带那个什么珍珠那一款。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5880一瓶，40毫升。这瓶精华液5880，40毫升，挤出来都是钱，而不是精华。谢谢你，你真的很有诚意，老板。好啦，来，哇、哦，用了它，我可老板，我用了它，可能以后都用不了黑绷带面膜面霜喽。你自己买哦。啊，来了，我的天，美们，他们家的最高端系列的面霜，聚焦到了吗？聚焦，没有。嘿，聚焦，哈，来了。哇、哦，为什么它的颜色在发光？这个颜色也太美了吧！3980一瓶的面霜。比黑绷带还要贵400块钱一瓶，谢谢。哇，它这个珠，这个小滚珠，也是很高级呢。我们来看一下眼霜，
我跟你说，我一个不用眼霜的人，为了你，我也会用上眼霜的。眼唇霜，这是眼唇霜，那更要用了。眼唇霜多少钱？1980一瓶。Oh my gosh， 1980一瓶。谢谢赫莲娜，谢谢你，今晚全部换起来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下一个礼盒里面有什么。好。哎，这个送给你吧，我不喜欢这么做作的用面霜。旺旺说。这个送给你吧，这盯着很大的眼睛，哎，这么小，这个送给你。因为我大宝不配这个东西。没关系，就是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，这个锤子锤他们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绝对输，当场输掉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下一个，看看这个盒子里面送了什么，还有一盒，你们还有机会，好，还有一盒，还有一盒。要不我们抽奖吧？别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来，哇，两个都洗澡。亲爱的佳琪，请查收赫莲娜的宝藏产品，送给最宝藏的你，绷带冻膜呵护你肌肤最脆弱的时刻，令你即刻水润蓬弹。高光精华用上它，愿你每天都在高光时刻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送这一瓶给你们好不好？我不那个了，不行，这是100毫升的，不行。哈哈，怎么办？完蛋！自己撤回啊！可不可以帮我找一瓶30毫升？现在立马拿出来，换上它。这是100毫升的，这个很贵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送给他们？3780，这个100毫升的很贵，我可以送30毫升的吗？我可以送30毫升的给你们吗？这个真的很贵。啊，这是100毫升大瓶的。大家是想要这个吗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高光精华非常好用，我用了2瓶空瓶的，然后我就不好，我就舍不得花钱再去买这个高光精华了。就他们家去年的时候出的一瓶新的，叫做高光精华，就是帮助你提亮肤色。它是配合他们家5年的一个专利研究出来的产品，它是可以帮助你就是提亮你的一个肤色。这款高光精华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好了，算了，刚刚都开口了，放回去。没关系，你用这个，没事的。对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是真的宝藏。这个是真的 trust me， 相信我，宝藏。你有钱你真的给我买它，但它真的很贵，它最多可以敷个7次。这一瓶就是省在怎么样省着敷，最多只能敷个7次，其实他们家自己就是敷几次敷4次。这个就是很痛的那个，是 yes。 这个我自己在线下买，我买了30000多块钱的赫莲娜，我买了4瓶真实白绷带面膜，再加4瓶他们家黑绷带面霜，应该是啊，3000多块钱，反正4、5瓶还是5、6瓶。来，这个我要给你们推荐，好好用，而且这个用在脸上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的脸，就是你的脸很烂的时候，它就非常痛，可更痛，就是你烂脸的时候，它痛到爆炸，痛那么个2-3分钟，然后到后面你只要敷个10分钟，你把它一洗掉，那个皮肤那个泛红啊，那个皮肤那个过敏啊，一下就没了。而且它是要按疗程来做的一个面膜，所以他们那个 BA 上跟我说要用3-4瓶之后，你的皮肤就会真实发生一个改变。这个很厉害很厉害，他们家的一个就是水绷带的一个面膜，他们是有玻尿酸不玻色因的一个成分的一个面膜。这个我自己用吧，不给你们了，因为我没有了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买回去不要配合他们家这个用不起，好不好？直接捶脸哈！你真的相信我，不要配合他们家这个什么湿敷棉用，用不起，这个太贵了，请直接把它捶在脸上，不要挨着任何的东西，好吗？这个谢谢你，谢谢赫莲娜。对，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在哪里？好吧，没有了。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我们抽，我们抽这个哦，3580高光精华赫莲娜100毫升。送一个女生我们的黑送一个女生我们的高光精华啊，来准备，所有女生手速快哦，点击关注，3、2、1，抽奖弹幕来咯，价值3700元的高光精华给一个女生啊，谢谢大家，恭喜中奖女生，联系我们的2号客服，中奖女生联系我们二号宝贝的客服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赫莲娜，谢谢自然堂，谢谢伊芙萨，谢谢丝芙兰的礼物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明天晚上8:15不见不散哦，谢谢大家。